师傅啊，自从我们买了这间家哦，我们真的是西北吹的嘞，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吗？看你印堂发黑，家里风水肯定不好。感受到了，你的房间在哪里？那边呢？师傅在算这两五行金木水火土，我们缺的是钱。啊，师傅真的知道了耶。什么？你看你们东西拓了不要收，这个就导致你们跟钱财没有缘分。也对哦，都跟你讲好了啦，拓了要折才可以做的吗？我讲的是脱发啦。哦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。好啊，这个枕头这样扁，换掉它啦，要不然你要讲高枕无忧。这个床啊，那个木的 element 很重，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。可是这个木又没有很硬。阿伯女士，想请问一下，你多久没有满足你的睡眠？你讲我都会啦，吹。你专业有专业，硬硬的木大师这边是有啦。有兴趣的话，我传授给你咯。啊，要你？不是要传授给你啦，我要传授给他。Hello， 我嘞。哇，看见你的厕所啊！厕所水气太重。你有听过猪笼草吗？你买点猪笼草放满你的厕所，给它吸走那个水气。猪笼入水啊，亏小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，南无阿弥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在那边啊，在上面乖乖步，越高越好。怎么了？步步高升啊！给啊！我师傅给你。哎，真的是仙家路窄呀、啊！这样厉害，你来啦！搬。哎呦，靠背哦！啊，你怎么？卖靠背，这边风水不好。傻到你我不知道啊！这边摆个 I fly 在这边，放一点水，一直开着哈。啊，这样就风水轮流转啊！哈哈哈！你什么？算你明白不白噻？你是不是先加的哦？哇，看你的眼睛油，真是你命由你不由天哦！你是现在看相还是看风水？哎，你用什么来煮菜来做酱油啊？这个锅？哎呦，大锅了哟，这个锅！唉，你们需要的是炒钻石，越炒越赚吗？要不要？那这个 chef for the master wall 有钻石底在，买到赚到啊，还不 on 呗 ？on 干呐！哈？你们 brush 啊？啊？又打广告啊？谁是广告？这么要打他？OK 啦，这样你的家会风生水起好的啦，都得8888.898啦。啊，8888，万老，我一天100个 Insta Story， 一个月都赚不回嘞。网红，难呐，做不下去，打电话给我。哦，这个看风水了没？啊？哦，我 Oasis Home 来的，风水八代没了。Oasis Home。我们Oasis Home嘛，什么都有啊！刚刚我介绍你的，都是火鸟来的。我们现在有在收人吗？啊，你加入我的团队啊，这样子财富就来找你呀、啊！哇老，我一天100个。嗯，是可以，是可以。你是看水还是看风水？什么啦？乖乖步，越高越好。为什么？全家地最棒的地方。喂，Harvey Strip。Harvey Strip。